七千，我是阿妈，我是西蕾，我是雨蔚老师，我是君君小老师。那老师，我们今天要上什么课呢？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比较轻松多元，我们要同学们来挑战统一布丁、超级布丁、霹雳救急串联吃法。所以这堂课我们是在游戏吗？是，我们就是要闯关玩游戏。哇，赢的人呢会有奖品啊，那输的人会有惩罚。我们请小老师讲解一下规则，看一下介绍画面。新艺术怎么样？好。老师，那个，对，怎么了？一千他有问题要问你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一起提问，好不好？一起。OK， 它的背景起源。我觉得这关越来越难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不能，谁可以用叉子吃啦 ？Oh my god！ 极限挑战，无聊老板哦。
偷鸡回来看他吃，然后我们要去福利社。快滚！啊，嗯，可以了，我要命！而是在炫技，你懂吗？嗯。今天的课程结束啦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公布我们 winner 和 loser 喽。突然跟英文老师。我应该是比他快啦，我觉得。对，你嘴巴那么大。是这样子讲话的吗？叫第一名，看你转到哪个就吃哪个，来吧。啊，第三名，冻饭，真的是冻饭哎！哇，我硬撑撑哎！对，换你转，干面对的还是？干面对了，上了，快点啊，快点转，不然我帮你转。不要，我自己转。转，你们找什么呢？布丁料理。凉面。惩罚，耶！经典的布丁冻饭来了 ！Oh my god！ 那跟我想不一样啊，不是这也太阳春了吧？就布丁冻饭。我们节目组经费有限。啊！那味道我要试试看。我不要。哇，您家还喂食服务？对啊，试试看。哎，还不好吃。哎，你看为什么这样算什么惩罚？可以加一点芥末酱。下一位，老师亲自为您端上。那就他的布丁还是糊。你要自己拌，哎，你要把它拌一拌去。你要酱油吗？你要不要先吃没有酱油的？大家可以去自己做这样的组合，非常的方便。那我千万不要。帮你拌，看你这样拌，我看不下去了。然后就是要这样大气的拌。就这样。我跟你讲，人家说布丁搭泡面会有豚骨拉面的感觉，所以布丁搭凉面会有什么？豚骨凉面的感觉。Oh my god！ 哇，你吃好大口，好大，他好有勇气哦。好吃吗？跟面团的味道，我不要麻油，我不要吃麻酱，这是什么黑暗料理？日本最近不是很辣？不要闻，赶快！我觉得你要在家里。他笑不出来，他现在笑不出来。好吃，好吃吗？Oh my god！ 我要吃。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，你们还要找到什么布丁的搭配吃法？那我们要公布第一名了。好，来，我奖励是什么？好，来，老师亲自为你端上。Oh my god！金箔布丁哎，好扯哦！哇，这个真的太极致奢华了吧！橡胶海豚，哇！喂，哦哦，哇！人生就是要体会这种胜利的滋味。哦，这么大口，哇！你怎样这样味道？我可以吃一口吗？不可以。其实说实在啊，视觉感不错，但它吃起来就是我很像在含着一个生锈的汤匙。其实它就蛮单纯的布丁的感觉，只是它那个层次感没有啦，是布丁。你像金箔的点缀，让它整个那层次感。好